老板，虽便辞退我的朋友，不但是毁约行为，而且是对我们大英帝国羞辱。这样吧，我要与这个神秘人物决斗。如果你活腻了，想寻死，我不想拦。但尔等在我越局，仍想从技艺与宫本上虚报冒领，掐我老侯的脖子，是一去不复返了。一刻钟后，你我各从公台上提一支兵枪，在1000码开外站立互射。二位，正前方有些枪是亨利与西马尔先生改造的，有些枪是带刀先生改造的，两位任选一支，跟我来。请。距离有胜算，回大人，此枪有杀伤力的距离，大概在600码左右。你造枪再好，打枪如何呀？那可是个杀了几十年人的兵痞海贼呀！试试吧。射程有1000码，简直天方夜谭。开始吧。你素禀老佛爷，侯九满擅自出关，将侵犯代子后人带刀引入广东枪炮局。是本大公。Charlie, think about this. 。He doesn't want to shoot you. Shut up.配之职，阿尔萨兰只求老佛爷一事，宽恕我阿莽，管束不严。下官一定如实禀奏。我看看，贼姨娘，怎么枪会炸膛呢？啊 ！John Badaren， 非 John 七贵，我的枪给 John 打差劲，也不知有保家。Very, very surprising。老二，拿去看看，这可能是洋人最新的弹子。这的确不是越剧制造，可他仗力再大，也不至于令改装枪炸膛啊。这你就得谢谢他了。总办大人是怕洋人有诈，命小的用未经枪击改造的零零盾换了亨利他们的枪。什么？这你先下去吧。这道儿，世道凶险，大师傅已遭人暗算，我岂能让他的孙儿再步后尘？
这场比赛，厂里头用张力过大的担子，炸堂商业也是活该。大人为何不干脆阻止比赛？大人你还年轻，不知恶虚恶制的道理。 去吧，干活去吧。 谢侯大人救命之恩，李匡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你竟敢擅纵侯九满出关勾连侵犯之后，太后，奴才的确只知道。 侯九满出关是为尽孝，真的不知道他别有用心呐。赤灵梁光总督，即刻拿上那个带刀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那枪呢？依皇上的意思，该怎么着啊？皇阿玛心里定有明镜。那侯九满联络带子的后人，为的是振兴大清的兵功。 何况，这13万条灵兵盾，目下只修了2000不足。依儿臣的意思，立个日子，命侯九满和带刀完成攻击，如若失期，再拿他二人试问。皇上比我仁慈，就按皇上的意思办吧。这，但康熙爷那儿也得有个交代。 听着，自带子流放至今，已经180年了。命侯九满亲自掌刑，一年一棍，打那个带刀180大棍。这，皇阿玛，责令二萨兰监刑。如若那个侯九满不拼尽全身的劲儿落力打，一棍发3棍，那你还不如一刀杀了他。 皇上，康熙爷难道不知道戴子是个人才吗？不顺服大清，越是有才能，越是危险。你是带刀？我是。拿下。 奸贼，无耻奸夫！侯九满，你可以杀我，但绝对不可以骂我。你不是不知，老侯寻找戴子侯人，所为何事？我禀报太后，所为何因？ 老侯是在为大清办差。二三来也是在为太后办差。你若不敢开枪，就马上给我出去！大人，小的按您的口信，把人都带来了。
个个都能打吗？个顶个的都是高手。尽量把事情做得清静些。现在我是后手，子时在动。 大夫君，老爷他清楚何事，请他素遵圣命。想干什么？老爷问可否换人？明知故问。大夫君，老爷还问。 可否改时？太后圣命，岂能擅动先毫？否则医旨，只有加重刑罚。是大夫君。老爷来了！阿爸。 怎么了？都不准动！阿爸，退回去！退回去！哎，老爷。 善提，顾阿玛，老爷夜里与万岁派遣自法180官，并强令奴才进行作证。阿爸，你，侯大人，你这是何必呀？待到恩听啊，大清国法入神。
你必须替你先人挨这180棍！阿爸，阿爸，老爷，阿爸，阿爸，老爷，老爷。 阿爸，阿爸，一、二，阿爸，阿妈，阿娘。 38，阿爸，38，阿爸，39，额娘，额娘，你袖子，你负责践行，40，阿爸，41。 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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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阿六，快！启禀大附近，180棍，数够。阿六，快，快去叫医生呀！真的叫医生！阿爸，阿爸，侯大人，侯大人呢？ 遵懿旨，带刀如若棍下不死，须居侯府，与侯酒满一道，日日请皇安，不容丝毫懈怠。带刀还不叩谢皇太后圣恩。 范臣代子之后，带刀谢太后饶命。择个日子，让尔等的姑爸爸回娘家看看。可怜劲儿的，一个人待在南方，指不定让那个妖猴欺负成什么样了。奴婢这就去转告李总管。 夫人留下，孩儿们都歇了吧。大人，让带刀守夜伺候着你。你更应该早些歇息。明日赶快回局里。皇上立的那个齐活的日子本就万难完成。带刀，带刀知道了。
是我向朝廷举发的你。我知道，阿尔萨兰不得不举发。我知道，你不能不顾及你的阿玛和额娘，不只是为了我的阿玛和额娘，也为太后，也为你家大清。 对不起，侯大人。阿尔萨兰，蚂蚱没有吃过，即便吃了，即便被打死，蚂蚱也不会怪你。但是，看着你与那个精灵般的小阿尔萨兰判若两人。 他的心里比刀割还疼。明天早上，背着那个人，请皇安。 娘，蚂蚱是谁？你敢窥探额娘？孩儿没打算窥探，只是额娘不够检点，自打带刀入府，额娘就有些神不守舍。放肆！额娘，其实孩儿抬回我房去。 这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，是单体干的吧？你打算干什么，额娘？ 您别怕，其实孩儿什么都不想干，孩儿只是现身说法，讲一条道理。在这个实行专制的国度，人人都是听命圣上的狗，个个都是彼此呲牙的狼，谁也不可能有一己的私密，谁也不可能有片刻的偷欢。你想置任何一人于死地？ 极易，你想躲任何一人的陷害，极难。额娘，中国说大不大，侯府说小不小。人与人相处也罢，狗与狗同窝也好，还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嗅着什么也不吠不叫的好。 现在想退还老侯，可能不是时候。哎，这黑喜字儿，活相符鬼符。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 你看，
侯大人，侯大人，侯大人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阿尔萨兰，老佛爷见天的念叨你，近日啊又被国事扰得茶饭不思，已经好些个日子不曾这般高兴了。老佛爷，奴婢也时时刻刻想着老佛爷，念着老佛爷呀。阿尔萨兰，我清楚。把你嫁给那个又老又怪的猴精，委屈你了。老佛爷，奴婢虽身在又热又闷的广东，但这奴婢的心尖上，时时的都阴寒的打颤呢。奴婢求求老佛爷，您就把奴婢留在身边，伺候着您和皇后娘娘吧。哎呦，净说傻话。我们满族的女人最懂薄利儿了，都嫁出去了，哪能老住在娘家不归呢？阿尔萨兰，再哭爹抹泪的可就失礼了。阿尔萨兰，你在广州那化外之地见过不少的洋人吧？回老佛爷，奴婢见过一些。你曾听那些洋人议论过我的新政吗？老佛爷，叫你回来，就是想听点真话。直说无妨。回老佛爷，新政确实好。无论洋人还是本国商人，都说这二年办了这场那场，挣了不少的银子。只是有人说，穷苦的人似乎更穷了。怎么会更穷呢？各项新政都需加捐加税，小民们似乎有些承受不起。像办新式学堂这样的好事，也因征地占庙，甚至发生农人和尚打杀教师的惨剧。有些洋人称此等乱象，皆因我大清新政只变皮毛。未处根本。哼，洋人、男人，都是些狡猾的东西。对付洋人，你只有比洋人更洋人，银子比他多，枪炮比他强，他就怕你，他就不会对你的根本指手画脚。对付男人，
也只有比男人更男人，脑筋比他精，手段比他狠，他才会服你，才不会对你的活法吆三喝四的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让人叫我皇阿玛、亲爸爸、老佛爷了吗？奴婢知道了，老佛爷教诲的极是。明儿个起早点儿，跟着皇后随我一同上朝。老佛爷，您是叫奴婢明天和您一起上朝吗？明儿个有要事叫大起儿，你在朝上看看我那些一品二品的男人，跟你那只猴子有什么不同？哎，奴婢谢老佛爷天大的恩典。日俄两国为争夺我东北权力，多年吵闹已经升格。据报，日本海军已经行动。于此，日本公使暗示我国一旦开战，大清若不能站在日本一方，也需保守中立，勿助俄引祸。军机们如何分派的？依奴才臣等预估，日俄两强在别国用兵毫无顾忌，是将糜烂我地方，殃及我全国。废话，两个强盗抢人家东西，还在人家家里打架，能不把这个家给打毁了吗？臣有禀报。讲。我海军衙门自甲午一半等待雪耻多年，趁此鹬蚌相争，我大清集全国之力，不愁不胜。接着讲啊。我俄中中国人四万万兆，比日俄加起来都多得多。至于战船，好了，我大清子民固然很多，但是像你这种舌头打不过牙来的东西，再多何意？好笑吗？你们是笑我大清居然有这样的大臣，还是尔等瞧大清被人欺负幸灾乐祸呀？二萨兰，怎么样，朝堂上我这亲爸爸没让那些亲儿子们趴鼻子上脸吧？比起我这群猴子，你那只是否还可爱些？老佛爷，奴婢不知作何应答。好好过日子，看着我那猴头好好的办差，大清就少不了用枪用炮了。这个手夹住了，知道了吗？啊，知道了。谢谢你的。刁难人心。太后，打起来了！真打起来了！哎呀，真打起来了！太后。奇耻大辱，真是气死人了！卧贼小儿跟老毛子在中国打仗，这朝廷居然宣布局外中立，把辽河为界，以东为交战区，以西为中立区。这河东的中国人全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你们这些大男人，怎么都无声无息的？戴大哥，玉姑小姐，你想我等着说什么？二哥，你那狂声豪气呢？仅仅加开夜工也不是个办法，何况机器老旧，超时开动十分的危险。大人，大人不必多劝。虽说向各局公布秘法，黎民墩的改装能够加快，但质量你我无法做到。一旦出现差错，凭空追查，反而既慢且乱。大人，目下是非常时期，哪能处处想得周全？质量问题，越局可分头派出熟练工匠。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要房前是吸烟的地方吗？大人，小的实在困得不行了，就抽了口烟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品行不改的家伙。大人，那个带刀，他怎知您不愿将改枪秘法公诸于众的鸿鹄之志？你知道，大清各局历来自固，并且是苟且挣扎，朝不保夕。丁爷，你有志一统江湖，却无意助人漂移。小人之见。多注意观察一下齿轮那个地方，如果冒烟了，就赶紧关掉，不然会很危险。哦，好的，戴先生。等会儿。听你的，明日一早我就报请朝廷，将秘法传报各局。烂头帅，夜报收信，且继续密查，本官将择日亲自赴约。二萨兰，皇上。奴婢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是去给皇阿娘请安吧？我们一路。你回来这么久，我们也没好好聊聊天。你过得还好吗？回皇上，托皇上的福，奴婢过得还好。什么托朕的福？朕本身就是个无福之人。我们都差不多，都是别人让我们怎么过，我们就怎么过。一对提线木吧。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。阿尔萨兰，快起来吧，我们一起去见太后。谢娘娘。动静都没有，看来我这亲爸爸得帮帮你们了。你们这些妞妞，一人包一张，揣在贴身的肚兜，慢慢的敷。老佛爷，您是要我等做残婆吗？尔等都是八旗的女儿，哪个不是年年在家里头服残呢？二萨兰，
老佛爷，我给你算了一下，你揣着他回到广州，正好复出。老佛爷，您这是？回家吧。